桃园球场啊，热闹非凡。今天特别请到的开球贵宾呢，是目前呢非常红、人气很高的广告明星吴欣堤，小敏啊，小敏，有看过这个？有去露营过吗？哦，小敏有泡过温泉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载你去，有没有？小敏特别为这场比赛拉米哥桃园队的终止25年桃园主场的开幕战来担任开球的贵宾。在桃园棒球场啊，热闹非凡，全员主场的开幕战。